师傅，你快去看看，街上所有的人都晕倒了。嗯，怎么会有这种怪事？泽塔奥特曼带着赛罗格利乔来到现场，正如泽塔所描述的一样，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挣扎着，像是被吸走了力气。就在他们还一头雾水的时候，远处突然传来爆炸声。泽塔，你保护好格利乔，我去查看一下前面，看看发生了什么。赛罗来到了刚刚发生爆炸的地方，并没有发现怪兽的出没，但这里的人们却跟刚才的情况一样，都趴在地上挣扎。可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贝利亚，原来是你搞的鬼。赛罗，这是我刚从宇宙中获取到的能量水晶，只要我拿着它，就能不断吸收周边生命的能量。我现在就让你尝尝我的威力。没想到，贝利亚通过不断吸收能量，竟然合成出800万的战斗力。赛罗无法招架巨大的冲击力，被贝利亚击倒了。赛罗，现在恐怕你们这些奥特战士所有人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想要打败我，除非能合成出比我更高的战斗力，不过不可能有人能做到。